大家好，欢迎收看，我是西超。现在我们在玩超酷解谜地图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说现在？为什么不说今天啊？完了，我这看上牌搞错了，我要重新说一遍了。没关系，没人在乎。所以大家好，对不对？这个地图叫做逃离军火库。我是末影龙一二三四。啊，然后他是末影龙一二三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他名叫末影龙一二三四。我没有和我开玩笑，等下让我给我看好吗？给我看，我是末影龙一二好吗？不是一二三四啊，哪里有三四啊？眼瞎，这上面写一二，我这边是一二三四，哪里有一二三四？我是末影龙一二，我是材质包是那个五边形材质包，原版是五边形假的，怎么会有一二三四在后面？能有这么蠢的名字？一二就够了。我截图给你看，操你妈！截图给你看，你等死吧你！我不想看。我截图，截图。这是我第三次做图，有什么不好的请谅解。我放你 QQ 上面了。哎，你妈逼！还真你妈一二三四啊！我这里写十二啊。是。没关系，行了。他第三次做图做的不好，请谅解，你谅解吗？等一下，你把箱子开一下，开这个箱子，这个箱子。哎，等下，他到底是拉杆还是 TNT？ 哪个箱子？都有。哪个？这个。这个怎么了？开一下，开按着，对，按着，然后哎，刚怎么跳上去？现在跳不上去了，下面的。你本来就不可以跳好吗？这样我刚跳的那个，我把拉杆全拉走啊，这样我就不用解任何谜题了，对吧？那个石头呢？要不要拉石头？不对，拉杆。钥匙，我们有钥匙规则和剧情一规则：开冒险模式，不许破坏方块，不得用 TMI 的工具，禁止用盒子里的无敌，徐福。什么叫盒子里的无敌啊？禁止用盒子里的无敌。他说了，禁止用盒子里的无敌。不清楚。听懂了吗？禁止用盒子里的无敌啊！不懂。禁止用盒子里的无敌啊！不是很了解。不是很了解，怎么跟 Siri 一样？是不是什么都不懂？剧情，我是 Steve， 我来参观新建的军火库，谁知我误闯迷宫来到了这里，现在我得想办法出去。兄弟，不能这样。兄弟。兄弟，我们开始玩地图呢，好吗？你得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好吗？准备好了吗？走啊，走。拱啊拱啊，快枪拱！蛇呀蛇呀！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有雪人啊。第二个钥匙在哪里啊？第二个钥匙呢？第二个钥匙啊，我有啊。你有啊？你是在？这不是箱子里的无敌吧？箱子里的无敌啊！你不能用箱子里的无敌啊！那怎么玩？那我们得找自己另一个钥匙。你不能用箱子里的无敌，好吗？刚刚有个箱子，观众说。哦，这里。剧情二。这勾圆挺尖的这个。剧情二上面写着 “what”， 还有，然后没了。等下我们得找第三个箱子。现在。找不到。你能不能不是箱子里的无敌的钥匙？你找到了吗？没有。这个我不能找箱子里的无敌啊，怎么办啊？肯定是在就要拿箱子里的东西。真的假的？那随便拿一个，再拿一个钥匙吧。我有了，我上有一两组。那好，你去先放上去吧。我们用箱子里的无敌了。对，你把箱子里无敌放上去。那你已经走了。我肯定走了。你什么时候拿到按钮了？这里有剧情。剧情我读。这叫剧情三，你先读剧情三，再读剧情四。我先读剧情三。我读剧情三啊，我继续剧情三，我读剧情四啊，好，剧情四也在我手上，你妈死了！血傀儡巡逻队过去问怎么出去，我没有问他们，怎么出去、啊？你知道怎么出去啊？朋友，你知道怎么出去啊？票子要吧？你是不是傻？你知不知道怎么出去啊？他头不回我，哈哈，叭叭叭叭叭叭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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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队长说：“打开铁门后跑酷上去，跑酷上去可以。”谢谢，就跑酷了是吧？你把队长给杀了，队长好伤心的现在。又、哦、这个哇，这有机关呢，机关的这个激光，好，这预判，哦、好这预判无敌，无敌，魔改，看我的，
怎么没有防喷啊？没防喷啊？没有。赶紧开始 Game rule keep inventory true。 你这就是用箱子里无敌的下场，你知道吗？这怎么办？这个怎么办？什么叫这个怎么办？直接跳过去了。可以啊兄弟。是吧？就这么简单的东西。不是，能不能不要，不能用箱子里的无敌啊兄弟。他放那边拿出去不好啊。但是你不能这么用啊。哦，等下这个门开不开啊？你早说噻。这门开不开啊？这怎么了？这怎么办？他说不能破坏方块。看一下啊，你有什么无敌可以用吗？哦，没有，我有炸弹子。炸弹子炸了吧？那必须得炸！我的天啊，兄弟，你告诉我炸，我死又掉下去了。我没死。那炸出来了吗？炸出来红石。完了，我们搞砸了。没关系。搞砸了。那个拉杆。拉杆钥匙我拿走了。好了，走吧，往前走。你们有啥是迷宫啊？弓啊弓啊，快枪弓。蛇呀蛇，哎，分叉了。好简单，感觉这分叉只有几格宽。真简单。这是挖矿没挖好吧？对，这挖矿没挖好，他把自己生存地图放进来了。这还有红石电路，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，有个钥匙，然后我掉岩浆里了。有个陷阱箱前面，我掉进去了。你怎么在墙里走啊？我迷路了。你怎么在墙里走啊？那我回来了。是哦，是原来的路。对，原来路这么蠢，往右贴着走好吗？往右贴着走。谁玩过这游戏？没玩过这游戏。贴着走，贴着右墙就可以了。还得往右走一下是吧？我的天哪，西府都是你的错。完了，我是不是都在外面现在？哎，怎么？那是结束的地方。哦，你在干嘛？你在成就室？现在你给我回来！就是，能给我回来吗？为什么？钻石大厅什么意思啊？不行，我们得回来。等一下，我们得回来。我们本来 TP 到哪个地方来着？我 TP 到一开始的地方吧。你 TP 到我，我们得重新跑一遍了。完了。你箱子里再拿一些无敌吧。我有无敌。你有无敌。无敌。无敌是谁呀、啊？强大的鸭哥哥。我是无敌，你来当八次光年怎么样？三、二、一，跳！好 ，nice！ 你跳过去了，稳的一匹。我又掉下去了。我是不是蠢？你这说的跟马一样。你觉得我是不是蠢？是你觉得我蠢吗？蠢的一匹。你，我死了！我要最后半滴血，我死了。死那边吧，别动，别上来了。我一个人继续把这个任务完成。不行，我必须要有箱子里这些无敌。哎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对，往右踢着走是吧？不要开那个箱子，有箱子不要开。我离远一点开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往右边贴。这不是有门了吗？我找到门了已经。啊，我有钥匙。你有什么？这里，我有无敌。开了。我有哇，跑酷。牛逼啊！你走。等一下，你挡住我了，我怎么走？我挡，我看我预判啊。那你可以直接跳过去吧，这地方。哎，是哎，直接这样跳过去啊！哎，我被骗了。哎，这也可以直接跳，没有不可以。OK， 我试了，不可以，它是假的。你不要死就行，我不能同时死。这好像可以直接跳过去吧？不可以，叫我明哥就可以。你看，我是明哥。好，我跳过去了，来，怎么？你怎么也吃屎了？我死了。行了，我出去了。完了。完了，等下这机关好厉害啊！往前走。嗯，我从 TP 五啊，好了。这什么地方、啊？这是小生最爱钻石屋子。我们出小机子。小机子。怎么出不去啊？然后呢？不过还有另一拉杆吗？这粘土是什么意思？这是粘性方块，粘性方块似的。来炸！哎呦，我干的！吓老子一跳！哎，他把那个炸弹给放进去了。哦，这么厉害啊！别说，别说，我干的！等下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！别说哇！然后呢？不知道。炸开！炸开！拿无敌炸开！你怎么点四次啊？你点一次就好吗？哦、oh, ，我喜欢。行了，出去了。搭上去，拿无敌搭上去。
好了，这有个活力板、压力板，然后呢？然后结束。作者说作者的话，恭喜通关，点按钮进入成就室。好玩，好玩。木有作弊，我再按一次，两次好玩。木有作弊，对。谢谢，狂谢谢，疯狂谢谢。不好玩，有什么不好我会改进的。你别改进了，心里直接删了吧。这后面还有个透明度为0%的字，操你妈！写在后面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你知道本作者花了多少心血？我还没花多少心血。我没花多少心血吧？我不觉得他花多少心血。就这样结束了，结束了。艺术就是爆炸。你能不能等我创造模式你再爆？兄弟，这个拉改，这是个拉改。拉。你是不是蠢啊？行了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你知道的，点个那个大彩。但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先说喜欢，再说不喜欢。不是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应该点个顶。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啊！感谢大家这个收看啊，这个收看啊，我们这个下期再这个好朋友啊，这个再见的，我是你们这个好朋友啊，谢谢，拜拜。攻略，点我是小狗。行，好了。这攻略四行文字，你知道吗？